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67面367页啊，我们要从第二行看起，从第二行，又真解曰，这是一段，真舍之力，对全家方便，就很容易显示出来。下面举例说明，是以事法望小乘，这个望就跟小乘做比较，小乘是真，事法是假，事法是六道轮回，它是无常。不但生命无常，灵魂也无常。灵魂是非常不稳定。我们有些同学看过《西藏生死书》这个光碟，你就知道，灵魂是漂浮在空中。速度非常之快，非常不稳定，在这个六道里头漂流，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投胎去了。投胎所得的身体，一生所这个际遇，都是从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如果这个人修善积德多，他一起短暂生命里面过得很幸福。如果造的恶业多呢，那他的苦难就非常之多。像三途，可以说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苦难当中。所以事法。人天怎么落，时间都非常短暂。而三途之苦呢，时间是很长，不成比例。这就是事法不如小乘，小乘脱离六道轮回了。所以小乘真呢，事法是假的。那要用小乘来跟大乘比，全大乘。全大乘是指十法界，没有出离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全大乘。小乘来跟他们比呢，全大乘真。小乘假，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菩萨佛比他高，他在下面，因为他只是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没断，菩萨断尘沙，佛断无明。所以这个地位比他高，那就是全大乘真，小乘是假，这四圣法界要相比较，上面两层是真，下面两层是假。那以全大望十大，这是真实的，真实大乘。真实大乘是华严法华，
华严法华，他们是皈一真法界，脱离十法界了。全大乘呢没离开十法界，这个离开了，生到诸佛十报庄严土。所以这叫真实大乘。全大乘不如他。这个是以华严法华为代表。那华严法华等是很多真实的大乘要跟本经四十八愿第十九愿来比呢，这个十九通通是用康僧开的一本，康僧开的本子是四十八愿，他的十九品说：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的，余生我国。那这个人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念的功德了，华严法华就比不上了。华严法华是假的。第十九愿是真的。何以故？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的利益，没有超越十九愿。那么以十九愿跟二十愿比呢？二十愿说：闻我名号，系念我故，执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我故。那二十愿是真，十九愿就是假了。因为一步比一步接近极乐世界。那以二十愿跟十八愿相比呢？十八愿是生念必生，二十愿是假，第十八是真。生念必生的，这样子做一个比较，让你晓得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连华严法华都比不上，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了锅炉匠就了不起，地仙法师讲的，他的成就超过红宗严教的大德红宗是禅宗的祖师大德研教的是教下像华严历代的祖师，天台历代的祖师，跟锅炉匠比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你还是在讲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们是目标对准的，人家已经到达了，这就比不上人家地仙法师那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念佛还得了真正了解之后，我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打妄想是造罪业，我打妄想为什么不念佛？我想佛多好呢，我念佛多好呢，何必杂心闲话了？杂心闲话造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念头一转，一佛念佛，就心里想佛，口里念佛，你超过华严，超过法华，
这个世间哪个祖师大德都比不上你啊，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啊，成功成就是顶尖，这法门到哪去找啊？所以二十家第十八真经呢，真实中之真实，圆顿中之圆顿呢，就是一佛念佛啊，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这个事情没人知道，这个事情人不相信啊。大家看华严法华，那是佛教的花果啊，一佛念佛是佛教的根本啊。花果离开根本，它不能生长啊，这个要懂得啊。念佛法门真实当中的真实，圆顿当中的圆顿，我再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夫圆顿之气，达到究竟，莫过于华严与法华。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今贬之为全家啊，把它贬低了，而独占本心之一尘缘海，六字洪明，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何也？要问个为什么？这能叫人服吗？真解有解答。真解说，今就利益论，比加次真，就真实利益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一佛念佛是真中之真啊，什么经教都比不上啊，邪密宗教没有能跟他相比的，这是讲利益啊。为什么一佛念佛你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要知道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这是真中之真啊。你修一华严修，一天台修，都是修止观。华严，先守还原观里面，末后两段五指六观，那是修华严。天台是摩诃止观，你在这一生当中，到不了阿惟越之的地位，这个法门一往生就得到，真实利益了，真实的好处啊！怎么能不信？怎么能不看呢？所以下面解答说，彼属俗即成佛道啊，不见的俗即成佛人
华严法王都讲一生圆满证得究竟佛果，可是没有看到人修这个法门成佛的，没看到啊，故自成别时一去，也就是你照这个路去走，这一生得不到来生，来生得不到后生，你的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修成的，路是不错，很遥远的。那修净土呢？那就在眼前，垂手可得，你立刻就能得到。那是同样的利益，一个是要很长时间才会得到，这个是立刻就可以得到。你说哪个真，哪个假？法体非彼时已，人迹列故。啊，法体是相同的，法体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就是真实之际诸法实相，这相同的。啊，它没有先后，但是什么呢？人迹列故，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什么根基。所以华严法华对象是什么？上上根人。上中下都难了，上上根人啊，大摩所传的禅宗对象也是上上根人啊，他才能悟入啊。不是上上根人，慢慢来呀。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提升到上上根？啊，净宗法门不需要，下下根人也能成就。从上上根到下下根，普度，平等的普度。这是真的啊，真解的解答，精修利益论，比加此真啊，何故呢？必说俗机成佛道，不见俗机成佛人啊，故自称别时一趣，法体非别时一啊，法体没这个意思，没有先后次第。人迹列故，今信不疑者，现在这个法门最重要的信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了六个信，啊，弥陀经要解，小本弥陀经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欧耶大师的判教，三分都是心愿心，讲透了，讲到究竟处了。啊，他讲心讲六个心。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信佛，第三信理，第四信事，第五信因，最后一个信果。自他理事因果，身心不一样。啊，信自己是什么？信自己本来是佛，
这个是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说的净宗的理论依据。根据释迦牟尼佛这两句开始啊，是心是佛了，是心作佛。一佛念佛就是是心作佛，你本来是心是佛，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哪有不成功的？不但成功啊，当下就成佛，不需要长时间的。理论根据在此地，我们要相信啊。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是假话。所以，只要我们深信不疑，具足欧耶大师所说的六个心，十即十生，十个人相信，十个人往生。一百个人相信，一百个人往生，一个不漏。往生不退也，至菩提故。菩提是如来究竟的佛果。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退转。直向着无上菩提啊，出生处即菩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得到菩提了。在世灭后啊，但此一法故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般涅槃以后，一切众生真正得度，就这个法门。找不到第二个了。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凡是六道凡夫，包括阿鼻地狱众生，圣极圣等觉菩萨，这个法门通通含摄，全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心愿心，真心、真愿、真念佛，这个世间的愿，统统放下，不能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障碍，是累赘。彻底放下，要真正认清这个世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用《金刚经》来观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一切有为法，包括今天科学讲的三个。现象，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都放下。明年的今天，
2012年12月，玛雅灾难预言，这是自然现象。啊，我们科学上说的是，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产生的现象。啊，这种现象在这个银河系啊，太阳系跟银河系产生的关系，运行的角度，好像是每一个25000年有一次。啊，科学家称它为银河对齐。啊，现在媒体网络啊，许许多多的场所，大家都在讨论。啊，得出了应对的一个结论，就是爱心。啊，要提升精神的能量，啊，才能够应对。那我们知道，无比殊胜的能量就是念阿弥陀佛，真实利益。啊，弥陀的宏愿，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看这个爱心。这个爱心是我们自己的本心。我们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我们是迷了，并没有丢掉。啊，现在遇到释迦，遇到阿弥陀佛，把我们唤醒了，这一醒悟过来，能量就恢复了啊！而且这个能量无比殊胜呐！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生福不二，自他不二，我们要走这个道路啊！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修行人有德行，有智慧，有灵通啊，他们给我们提供应对的方法，要跟幸运持名来相比，那幸运持名真，他们都是假。套这个例子来说，啊，他们提的有没有效？有效。归结起来就是爱心。啊，要真正学会爱自己。所以现在人最麻烦的不自爱呀，不知道爱惜自己啊。
爱惜自己不是爱生命，是爱慧命，这个重要啊，是爱自己的德行，爱自己的智慧，这个能量才非常大啊，这个能量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怎么够爱自己？把三规、十善、十戒、菩萨六度、普贤十愿做到了，那叫真爱自己。为什么？那是自己的心得。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迷了，糊涂了，与自己心得完全相违背了。啊，造成今天地球这个局面。完全是自己造的啊。啊，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情绪造成一切。啊，现在地球上居民的心是什么？贪嗔痴慢疑的心呢？情绪是什么？怨恨恼怒烦，那就造成今天混乱的社会和灾变的地球，自己造的。那念头一转，我们把贪嗔痴慢转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佛说这是三善根。谦虚诚信，谦虚就不慢，诚信就不疑。这是信德了，无善根呐。啊，我们的情绪是大慈大悲。是伦理道德，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社会的动乱可以化解了，地球上这些灾变逐渐逐渐消失掉了。啊，这是好事情，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最真实的利益就是这一法，信命持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利益真者莫过是真实利益了。下面念老的话，念老为我们解释。
经论祖师的意思，是热论法体。注经皆是，因为一切经都是从自性清净心流出来的。他所依据的理论是相同的，是平等的。啊，现在我们不论这个，我们单单论利益。我们眼前的利益啊，那一切尽是假，唯此法为真啊。何以故呢？因法华、华严这些尽，虽说有俗即成佛之道，但不见依法修持当是成佛之人，故仅成为别时成佛之因。别时是将来，不是在这一生。所以就法体论呢，本不需等待别时啊，法体是平等。但修行者根劣，故不能速即成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众生根性不相同，善根福德不相同，大乘教七理不切机也。要切理切机，这个经典我们才能得到利益。他切理，我们的程度不行，我们不是上上个人啊，所以学他得不到利益啊。这个能不能得利益，自己心里要清楚。帮助我得清净平等觉，就是真理。我学了清净平等觉不能现前，我没得到利益啊。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啊。我学习这个法门之后，我在境界里头啊，突然遭遇到的事情顺境，有没有欢喜？逆境有没有微步的心？如果有也不及格。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呢，心是平静的。啊，心没有受外头境界影响，这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啊，真修行，我常常很多年前讲过，我们的早课是提醒自己，我们的晚课是做反省，这些真做早晚课，不再行事。啊，每一天向真实功德做回向啊！佛在拉什么东西回向啊？
不是念经文回向，那个没用处的。啊，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心得相不相应？相应的是功德。不相应的是福德。啊，福德离不开三恶道。换一句话是，三恶道受报，天天要反省。与信德相应呢，我们跟极乐世界相应，这个好啊！啊，把功德回向啊，求生净土啊！啊，真实功德，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啊，经中我们只提了五个科目，很好记呀。啊，三福，精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普贤十愿，你看就这么东西，你很容易，每一条都能记到。啊，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立这个标准，这就是功德。啊，这个里头呢，如果有我执，就是福德；没有我执，是功德。啊，我每天修不执着。佛法里面讲三轮体空啊，那功德真是功德。唯此净宗，一尘远海。六字洪名，十界十僧，万修万去，故身于今。这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多次宣讲？为什么常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佛讲经，带着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百多种经论了，常常提到啊，啊，说明释迦的本愿呢，都是希望我们学学这个法门，求生净土，是他老人家的本怀。我们现在讲他老人家的心思，他没有别的心思，就是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的心思就了了。我们能体会得到，我们不辜负他老人家，我们真敢啊，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好，什么都好啊，在一切境界里面呢，通通都是个欢喜心，这就好了啊。对待一切人事物是一个真诚的爱心
啊，修止养志，中国人讲修养嘛，修是修真，修真过来好好养，不要失掉。啊，每天生活在爱的怀抱当中，慈悲的怀抱中，啊，真正是幸福快乐的怀抱当中，这一天没白过。啊，只有这一部经上有圆满具足，你学这个经多快乐。啊，为什么胜过一切经？这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往生必证菩提。就是成佛，往生必定成佛。第二呢，法灭为此经度生。现在法有没有灭？你要冷静细心观察，法灭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没有人讲经，没有人听经，没有人证学，法就没了。啊，经典在，寺庙在，佛像在，那不算啊。那是一点影响的形象还在，实质呢？实质没有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不是叫你收藏，是要让你学习的。不学习，藏在那有什么用处啊？啊，还有人曾经问过我，地震，他那个道场毁掉了。啊，那个道场藏的有大藏经，为什么佛菩萨不保佑我，在地震当中毁掉了？这个事情现在很多见了。常见的佛经是叫人念的，叫人学习的，叫人依教奉行的，啊，绝不是叫你收藏。收藏在那个地方，虽然有护法神守护着法宝，可是劫难来了，还是不能逃过。啊，怎样守才能逃过呢？德行，真正修行的功德。啊，中国人不是常说吗？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人有福，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就保全。啊，这人没有福报，没有福德，灾难来了，他也逃不过。所以，学智慧、求福德重要。啊，智慧福德。到哪里去？支持这一句名号，
全都得到了。一心支持，我讲过很多遍了，应该在三四年之间你就得三昧啊。得到三昧之后啊，三五年之间呢，你就开悟啊，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人为什么开不了呢？他没有专心学，他很杂，他学的东西很多，他念头很多，他不专一，专一就成功了。啊，刘素云给我们做了个样子，他没有别的，就专一，十年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是佛门的教学法，是中国传统教学法里面的原则，可以说最高指导原则，写在《三字经》里头，教之道，诲一传。啊，我们现在最近这200年接受西洋教育概念，从小就广学多闻，你看幼稚园的小孩啊，他每天学多少功课啊？5、6门呢、啊。啊，这小孩很聪明，什么都会，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啊，又会画画，多才多艺，哎，一样都不精。这西方人概念，啊，中国人概念跟这个相反，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从小念书也叫你念一本。没讲念那么多啊，一门深入，他能得定，他心清净，清净到一定的时候，他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才叫你广学多闻。为什么？你有根本智，广学多闻是成就后的智。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是清净心，清净心照见外面，你才看到真相，不一样啊！啊，外国人没有根本智，他也不懂得根本智。啊，我们老祖宗有智慧啊。很久很久之前，他们就知道啊，老祖宗的智慧绝不在我们这样，我们跟他比还差很远啊。科学技术，你敢说他不懂吗？啊，他为什么不搞科学技术？搞科学技术，地球早就毁掉了，那你还等到现在啊？科学到最后就是毁灭世界。古老的传说里面不是说欧洲那一块亚特兰提斯，就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整个大地沉到海洋里面去了。啊，这些原因，
我们也是在最近几年才悟到啊。啊，经上讲贪嗔痴三毒讲的多啊，讲怀疑讲的少啊。啊，大地会陷到海里，那个业因就是怀疑，对自己怀疑，对祖宗怀疑，对圣贤怀疑，对老师怀疑，样样都怀疑。疑心对自己来说呢，免疫系统毁掉了。啊，对应外面居住的环境呢，山崩地陷。啊，信心能帮助山河大地坚固啊，怀疑帮助它松散。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佛菩萨常说，这个世界许多不同族群的祖先，圣贤也都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出来的。我看到很多族群的先知也说这个话，他们也知道啊，非常重视一个人起心动念跟他的情绪，意念跟情绪可以主宰你的一切。啊，好的意念就是太平盛世啊，恶的意念就动荡不安了。啊，二战之后，虽然没有重大的战争，但是地球是动荡不安。那为什么呢？意念不好，心情不好，啊，许许多多人都在求挽救，怎么拯救社会？怎样拯救地球？我这两天收到联合国的信件，收到罗马教廷的信件，都谈这个问题。啊，这些人都是好人，在寻求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赶快来补救。联合国的信件肯定了，宗教的爱心，宗教的团结啊，带给人类的真实利益，这个很难得。
这说明我们上一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办的活动啊成功。啊，那么有没有必要再办一次呢？灾难是在明年12月，如果在明年5月之前再办一次是好事。啊，主题就可以说是宗教团结，把神的爱心普遍全世界，来做这么一个活动。爱心遍世界，善意满人间。啊，这个对于化解灾难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啊，我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第三呢，凡圣念佛其等，更难得了。这三句，一句比一句殊胜，就提到顶点了。啊，凡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念佛成就是平等的。所以莲池大师素钞里的说：“其诸圣于偏也。”啊，其就是其等，我们凡夫跟诸圣，诸圣是41位法身大士，我们用一句佛号跟他们修平等的功德，他们也念佛，我们也念佛。故云呢，正是利益无有过于此法者，真一点不假了。啊，为什么不敢？啊，联合国要办活动啊，是我们把这段经文拿去讲，好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又本经能会真实力者，原有经中开化皆是真实之机啊！啊，这说到理论上去了。啊，本经能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道理是什么？啊，原因是什么？原有经中，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中，就是讲这个经的开始，教化通通是真实之机，真实之机我们用诸法实相，大家就很好懂，所说的全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真相，今天科学哲学发现了一部分，啊，究竟圆满确实在大乘经典，
极乐妙土，正是弥陀住真实慧之所留现。这个我们也说过很多。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48愿无界修行，功德所成就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在建造，全是阿弥陀佛。愿行功德之所成就，这个例子很多初学的人不知道，无法想象。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那是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用科学家的名词来说，是阿弥陀佛意念能量之所成就。中国社会有一句话常说的，心想事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心想事成自然成就的，成就到现在已经有世界了。这个世界当中，阿弥陀佛戒引了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极乐世界成就多少尊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太殊胜了。设方诸佛赞叹设方诸佛弘扬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慈悲热心，把这桩事情向一切众生介绍。古时候好像是道卓大师，这是我们净宗祖师，一生专讲阿弥陀经好像讲了几百遍，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以表演出来给大家看世间人必须看到成果他才相信。如往生论曰，三种成就愿心庄严，这三种是佛土、医报、佛菩萨，这是正报佛是阿弥陀佛，菩萨是十方世界所有往生去的众生往生人讲这三种庄严成就愿心庄严阿弥陀佛的48愿。六说呢，入一法具故，
简单说如一法局。什么是一法局？一法局叫清净局。什么是清净句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心，无为法身是身，身心。真实之际者，就是无为法身，所以极乐一报正报，真实智慧之流现呐。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舍之理。无为法身即是实相，诸法实相就叫做无为法身。那在此地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弥陀的法身遍法界虚空界，都是佛的法身呢。弥陀的心真实智慧，智慧也是遍法界虚空界。这就是极乐一真，是圆满自信流现。从自信流出来的现象。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能说所说，能说的是佛，此地是用释迦牟尼佛的代表。这个老人说法49年，能度所度，佛能度众生，众生为佛所度，能信所信，能信是我们的学生，所信是佛的教法。能愿所愿，能愿是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愿是极乐世界接受了我们的愿心。能持所持，持是持名念佛，我们是能念，佛号是所念。能生所生，能生是我们自己的法身，所生是弥陀的法身，弥陀的国土。能赞所赞，能赞是十方诸佛如来，所赞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真庄严，无非实相真因之所因也。全部到后面总结归到实相，
摄相是事实真相啊。可见入此门中，夜夜介入摄相，故所会真实之力，莫过于此啊。这把真实之力做了一个总结，遍法界虚空界，要解这几句话了，通通都说到了。啊，是一个摄相真因之所因呢、啊，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体。它没有分裂。它没有先后。也没有隔碍啊，始终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们凡夫啊，迷而不知，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我们都想真的，用什么方法？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法，任何一门都能真的啊！但是我们根性不一样啊，上上根人随便修一个法门都能成佛啊，我们不是上根，那就得要在一切法门里头选择一个法门与我们自己心心相应的，就容易学，容易切入，跟我们善根福德不相应的就非常困难，很难学啊，不容易成就。这一门容易啊，就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第十八愿，生念必生，还有哪个法门比这更容易，比这更简单的找不到了。名号只有四个字，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念佛就念四个字。曾经有人问他，这个故事写在住床随笔上，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教人念佛怎么教法？他说，我教人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别人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我自己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呢？四个字比六个字容易啊，名号只有四个字啊，那么两个是加上去的，那么是皈依的意思，恭敬的意思。那我真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这客气话不要说了，直截了当啊，客套不要了。所以莲池大师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经常讲的智持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他不念南无啊。叫别人呢，别人你这一生未必能往生，加上两个号，皈依阿弥陀佛，南无就皈依的意思，皈命阿弥陀佛啊，离境阿弥陀佛好啊，你未必能去得成。我呢，我是决定要去，所以一切客气客套统统免了啊。这个就是重实质不重现实啊。真想去，真想去是你的心呢、不在这些外表上啊。啊，真的相信，真愿意去，极乐世界的好处，我们从这个经本上看到了，我们非常满意。啊，我们很知足，有这个地方够了。啊，保证我一生成就。我们所需要的就这一句，它保证我们成就。啊，不需要到第二生，成就早晚。那在个人的精进，如果你精进，你成就就快；你懈怠呢，成就就慢一点。啊，都是决定成就。真难得了。啊，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看这一课最后这一段五三，稀有难知，经文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的，如今所问，多所扰矣。啊，阿难这一问，佛给你就给我们一解释。啊，祖师大德对佛讲的这个甚深的意义，我们听不懂，看不出来。啊，这些人又作为补充的说明，让我们完全明白了。啊，明白就要接受，依教奉行。啊，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知是遇到，啊，这个法门，你很难遇到啊。慧疏曰。佛法难闻的，故云难知；佛身难睹啊，故也难见。啊，你在这一生当中见佛闻法不容易啊！多大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才能遇到？啊，遇到怎样的？不知道珍惜，所以遇到多少人空过了，等下一次再遇到，一等就是好多劫。
啊，所以我们修行绝对不是一时成就的。我们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啊，第一个条件，过去生中修得有善根福德，这是先决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是因缘。啊，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呢，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见得就有成就。啊，遇到的人很多，成就的人不多。啊，就像李老师当年在时常说的，念佛的人很多，求生净土的人很多，真正能往生的10000人当中啊，也不过是3-5个而已啊，不成比例啊。啊，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心，不是真愿，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还放不下。这就是障碍啊。我好像听到一个信息，大概是美国人，还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要把那个美国2012的那个电影，不晓得是原片还是重新再拍，啊，对全世界来一次播放，让大家呢提高警觉，这是好事情，啊。有这种想法做法的人，我觉得那是菩萨才来的。啊，告诉我们，我们的光阴有限呐，加紧努力呀。美国布莱登讲的话是有道理啊。应对201212月的灾难，他说三句话，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在这个时候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他说得很好，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还能把地球带入更好的走向。许多信息传来，与布莱登所说的非常接近。啊，我们学佛、修净土，还能不干吗？释迦牟尼佛，我们没遇到。啊，他是3000年前出现在世间，不在了。啊，他的经典我们遇到了，我们遇到虽然是中文翻译本，有人要问了，
这翻译靠得住靠不住，也会犯错。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个疑问就很浓。我向方老师提出来，我举了个例子：古文观止里头，随便选一篇古文。让现在人就翻成白话文。原味翻不出来。那经典从梵文翻到中文，行吗？所以当时我提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梵文本没有传下来？这些老师为什么不开班教我们学梵文？不通过翻译都好呢，我直接看原本都好呢。我向方老师请教，方老师笑着回答我：他说你不懂啊。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啊？现在人丧失了自信心，对自己老祖宗不相信。中国古人自信心啊，超强啊！这些翻译的人把佛经译成中文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意思完全没错，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而文字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通畅，还要美。换一句话说，学佛用中文本就可以了，梵文本可以淘汰掉了，不要了。这种豪气现在中国人没有了。这是方老师给我解释的。以后我在台中学经教，也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请教过，李老师告诉我，当年的一场参加翻译的工作的人，佛菩萨再来的很多，最低的这个阶层的是三国以上，三国是斯陀含呐，不是凡人呐。他们是修行正果的人啊！你看，李老师跟方老师解答不一样。李老师是个学佛的人，佛菩萨来做这个工作，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常在世间。不止一个，很多让我们体会到《大乘经》上有一句话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有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的，佛菩萨都会照顾他。他遇到有难关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把你点醒，帮助你解决。佛常在世间呢，没人知道啊，不认识他。
于是我们想到会集经的人，这个事业不可思议的大事业啊，《无量寿经》五种翻译的本子，把五种本子合起来变成一本，这是大工程。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做，龙书居士这一个汇集本，大真藏收的有，龙藏收的有，入藏。祖师大德认为他这个不算善本，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只有四种经的汇集，唐朝宝积经里面的一分。无量寿经这一会是佛在讲宝积这一个大单元里面也讲了极乐世界，讲得很详细。这个本子王龙书没有看到过，在古时候啊，读到一本书都困难了。那么这个里这一部书里头有一些经文，其他四种本子都没有，这就是汇集的不圆满。另外一个问题，取舍是不是精确妥当？这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还要文学的底蕴。这工作才能做得好。第二次，咸丰年间魏默生的汇集本，他是五种原译本都看到了。所汇集的本子确实比王龙书的本子好。这个本子我们现在印的这个，就这个本子，这就魏默生汇集本。这个本子是经过夏莲老校正过的。在我想的时候，他校正完了之后，觉得有重新汇集的必要。所以用了十年时间汇集成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你看这三个人的汇集，从宋朝到现在，厚厚胜于前前，越是后面的好比前面好，前面里面有缺陷毛病统统改正过来。这是个非常完美的汇集本。真的是稀有难得啊。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是大福报啊，不是大福报，你怎么生在这个世界，怎么看到这个？希望我们珍惜这个机缘，绝不错过，我这一生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啊，对这个世间不要再留念。幽昙花，夜已领瑞华，此夜是理，国大如泉，其为干，干是甜的，无花而结籽，夜有花而难止。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昙花一现。我第一次看昙花，在新加坡。啊，昙花什么时候开呢？确实，子时，夜晚12点。开花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花就谢了。只有那一刹那的时间，你看到花开，开得非常之美。啊，时间很短，不容易看到啊。啊，涅槃经曰：“有尊树王名。”幽昙薄，有实无华。若净化生者，实乃有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记载的。啊，幽昙薄，有这个花，啊，这个树，啊，这个树啊。我们现在有树叫无花果，它不开花，它结果。啊，如果开花呢，花非常稀有。灵瑞也。啊，佛出现在世间，这个树开花；佛不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个树不开花，只有果。啊，所以开花了，它有特别的因缘，稀有难得。又《文殊现宝藏经》曰：“无佛事，有实无化。”啊，这经上都有记载。又《出药经》。数千万劫，时时乃出，群生见化了，未曰如来讲出。是根据上面的这几部经所说的，可知此话稀有难逢。啊，与有佛出现的时候。它才会开花。所以用它来比喻佛的真实教法，难知难遇啊。那么经因阿难之问，开世尊的本怀。问的正是佛所想的，佛所愿的，显弥陀之宏愿，乃将此真实之法和盘托出，普利群生呢，故赞阿难，如今所问多所饶矣。啊，你今天一问呢，这个利益了，太大太大了。无量无边的啊，多少人将来在这个经本上得利益啊？这个经本从汉朝到现在，
将近2000年。因为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最早，安世高那个时候就翻译了。可惜安世高的本子失传了。至少是1700年前的。流传这么久，因为你译本很多，完全看到不是容易事情。看到一种两种，意思不圆满。所以在中国大家就不学无量寿经了，专学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在过去韩国、日本这些法师在中国唐朝时候跟善导大师学习的，把净土传到他本国，他们多半译无量寿经，只译一种翻译本，就是康僧开的本子，我们这叫魏译。康僧开出生在三国时代。他居住的地方是魏国，曹魏。同时代在南方，东吴。西蜀，佛教都相当流行。阿弥陀经翻出来之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非常受欢迎。在中国普遍流通，讲的人多，住的人多，留下来这些著书。有三种是被公认的，弥陀经权威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法师的云中钞，弥陀三大部。那无量寿经为什么不能流通？主要就是本子的问题。所以龙书居士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他的汇集本非常受欢迎。优希大师云中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全是王龙书的本子。那么民国初年，夏莲居老居士用10年时间重新整理，重新汇集。他原来也是
想把这个魏默生这个本子啊重新整理补充，成为一个完善的本子。啊，以后还是感觉的不是很妥当。啊，于是重新汇集。啊，成为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啊，魏默生这个本子里面是37篇。啊，当年汇集的时候可能是想到啊37道品。用37篇。那么下了这个本子48篇，应该是用阿弥陀佛48愿啊，所以将全经分成48篇。啊，这个无量寿经我们有了定本的。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才遇到。又出要经曰，数千万劫时时乃出，群生见化了，未曰如来讲出，居上诸经，可知此话稀有难逢。于有佛事方时出现，故以与佛之真实教法难知难语。啊，今因阿难之问，开世尊之本怀，显弥陀之宏愿，啊，乃将此真实之法何盘托出。何盘是通通拉出来了，毫无保留。啊，普利群生。啊，这一句话，这部经，这个法门，可以完全成道。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根性，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众生，有缘遇到都能得度啊，而且是平等普度。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想，就能体会功德不可思议啊。世尊对阿难的赞叹，如今所问多所饶矣。你的一问，这个法门宣说出来，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灾难前夕，我们能遇到，我们能认识，能依教奉行，无比的幸运呢。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决定成就，绝不错过这一次的机缘。现在时间到了。